Linda C2C 義工團嘅，今日我哋嚟到咧沙田公立學校出席呢個展能學同頒獎典禮嘅喎。咁咧，我哋今日都係人才仔仔噶。首先咧，我俾我身邊嘅兄弟姐妹介紹下自己，今日做啲咩崗位，同埋咧，不如講下今日嘅感受啊，好唔好啊？我身邊嘅 Matthew 開始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hew， 是今日 C2C 義工團的花絮主持。咁咧，我今日負責其實都是拍攝啦，咁去錄影翻，同埋去邀請一啲嘅嘉賓啊，同埋我哋嘅師兄師姐咁樣一齊去訪問翻佢哋嘅得獎感受啊，或者佢哋嘅分享啊、見證啊咁樣嘅。咁或者你 Polly， 你講一講你今日都係乜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2C 義工團的 Polly。 咁我都係咧同 Matthew 一樣咧，負責咧花絮嘅攝影啦，同埋訪問一啲嘅嘉賓咁等等啦。咁第一次做咧，第一次新人咁樣做咧，其實都好緊張嘅，因為咧當場真係唔知道當下會有啲乜嘢事情咧會發生啦，咁又要立即去處理咁樣啦。咁不過咧都係一個咧好好嘅體驗嚟嘅。咁或者都交俾我哋 Kelvin 攝影講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 啊 ，C2C 義工團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就負責攝影呢一 part 嘅。咁就攞住部都唔係好 pro 嘅相機咧，就周圍唔同嘅角落裏面咧，捕捉嘉賓啊，我哋主持司儀嘅動態啦，同埋呢個活動啊，大家參與者嘅動態啦，咁樣都係好好一個好好嘅經驗嚟，同埋都係第一次參加，所以都好緊張。雖然 Kevin 話佢唔係好 pro 嘅攝影機，但其實咧佢係一個好 pro 嘅攝影師嘅，因為咧我見佢周圍行去捕捉一啲好重要嘅鏡頭喎，咁我都好想讚賞下佢哋啦，真係好主動嘅，同埋咧佢哋每個人咧都好知道自己又好有準備啦，知道今日嚟咧要做一啲乜嘢嘅喎，所以咧我好想俾多啲掌聲你哋，咁咧希望咧嚟緊咧 C2 嘅活動裏邊咧都可以繼續見到大家。Hello， 我是 Matthew 啊，咁我同 Polly 咧好开心，今日可以嚟到第32届显学港岛青商展能学同奖学金颁奖典礼嘅。咁咧，其实我哋今日咧喺度学到好多嘢，不如 Polly 麻烦你呼吁下大家。咁其实咧，我哋今日咧都系参与一个义务性嘅工作啦，咁啊好切合咧今日呢个节目嘅主题噶，咁都好想呼吁大家咧，如果你都想做一啲咧有意义嘅工作咧，咁都欢迎你咧嚟到加入我哋咧司仪义工团噶。咁快啲嚟参加啦！